星期四晚啤梨漫步咁啊，身邊就話軍火佬，大家都好熟悉啦。咁啊，我哋好耐冇見，老友記都唔係好耐啫。前排佢先見過係嘛？反而你個 friend 我就好耐冇見啦，所以成日聯絡係嘛？嗰個好神秘啊，神秘唔暫時神秘在去咗其他維度，我真係二維碼你喺二維空間裏邊可能揾到佢嘅，咁你喺而家呢一個空間裏邊咧就揾佢唔到啦。咁啊，點解我會有即係軍火佬咧？咁啊，今日大家都應該知道，如果唔知咧，我就一次過佢講曬啦嚇。因為啤梨就去三個星期，去歐洲啊，又話去英國，又去荷蘭，又話甚至睇波啊。係咪幫你哋掃貨先？我唔知喎，不嬲佢嗰啲貨，佢自己話點就點噶啦，係嘛？咁啊，仲有喎，佢係即係會睇曼聯對阿仙奴。難得阿仙奴有機會捧杯啊嘛！曼聯佢噏得咗好多咯，近幾年。咁啊，佢捧阿仙奴嘅。佢捧阿仙奴嘅。就係佢睇即係買咗曼聯嗰張飛。佢有冇著咗兩件衫先？阿仙奴。有冇著咗兩件衫先？我機作唔略啊，但係。咁啊，所以佢呢三個星期咧就會喺即係咁啊歐洲啦。嗱，話説佢初初應該係前排同我講，喂阿正嗱，嚟緊五月九至五月二十四號咧。我就去旅行啦，咁啊你揾人頂啦，我 OK， 咁啊於是我揾軍火佬啊，咁啊呢兩日同我頂啦，跟住去到上星期，上個星期三到啦，哎呀，我好想睇呢、這個即係九龍城寨之圍城咁啊，依家一日已經過咗五百萬句票房啦，五百萬國民今日我應該唔知啦啩，應該唔知啊，好勁噶啦啊，咁啊我話你咪睇得咯，上到成五月一號上啫嘛，成個零星期俾你睇咩啊，我五月二號就飛啦嚇、啊，你咪同我講五月九至廿四咩？跟住佢再 check 其實是啦嚇，五月二去到五月十七啊，再飛。咦咁啊，仆街啊！咁我已經譬如叫咗啲人咧二十二十四號啊，咁搞到又要調。咁啊去到第二日，咁啊佢睇住張機票，話五月二十號翻嚟咯。五月二十號使唔使揾人？我話唔使。五月二十號嗱，朝頭早機嚟嘅，翻到嚟啦。去到第二日同我講，啊其實係五月二十一號翻到嚟，搞到五月十號啲嘉賓咧，我又調咗喎。又要屌真係，都係呢個啤梨嘅問題啊！啊，關阿正哥事。嗱，總之點都好，咁啊呢三個星期都唔同嘉賓，咁啊今日我揾啊即係軍火老波頂一半啦嚇，咁啊之後會一位好靚嘅網友喺後邊嘅，頭先係最出邊噶啦。係係啊，咁啊，陣間唔係，因為我目不斜視啊，所以我見唔到啊。係咁啊，陣間你落足眼力。嗱，今日揾得軍火老頭兩節都要講句新聞嘅，唔講新聞就俾人屌嘅嚇。新聞有咩新聞啦？嗱，有咩新聞啊？尋日。台中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崔志伟。无论精品开幕活动、新品发表，都常会看见这样的景象。各大时尚品牌呢，都喜欢邀请海外的艺人来到台湾出席代言品牌活动亮相，而即便是短短的几个小时，也会吸引大批粉丝追随。最近就有安孝燮、朱志勋等大咖都到台北101内的品牌活动站台，就看准韩星来能达到聚众效果。他事前我们就会宣传，一直到事后，大概因为媒体曝光会陆续出来嘛，所以大概。那一个月左右的业绩，通常照我们的经验，大概都会提升3%到4%左右。除了代言费、机票、食宿、招待，几乎整趟费用全负担。如果是一线的大咖，其实真的是要可能8位数字是很有可能的。像最基本呢，可能就是要花个200-300万以上。而活动往往盛况空前，尤其年轻人居多，常被韩星代言的精品吸引。会为了他去看一下那个牌子。有些确实是会看到代言人去买，会，但是我小孩会想去，我就会想说陪他去。近期舒华就接下台湾品牌代言，有学生粉丝为偶像买单，在社群平台直呼，笑说希望下次别代言那么贵的东西，消费倾向跟偶像息息相关，更何况也会引发追星族风追，从机场活动现场到饭店，也难怪品牌砸大钱也要明星登入报道。TVB 的新闻，周慧凤、洪婷泰报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我后来觉得我在做对的事，那大家愿意一起好，我们就是整个环境就会变得更好。那时候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很足够了，以一个就是家庭主妇。请您锁定这个礼拜天晚上，一步一脚印，发现新台湾。
从垦丁下海潜水，徜徉在大海中近距离观赏海洋生物。迎接完四月清明连假后，到暑假之前，国旅进入淡季，不少人都还是怕国旅住宿贵，纷纷往国外跑。我们最近的规划是要去日本垦丁哦，因为我们就住高雄而已，其实还算蛮常来的。其实垦丁真的是比起来，它的价格比国外要贵很多。尤其平日下午，在垦丁的星级饭店 check-in 柜台，只有零星几位外国游客造访。为了挽救住宿率，饭店推出优惠，即日起到六月初，四人成行，每晚房价4005元起，等于一人花1000元就能入住。台湾季的一个音乐的活动，所以有两天的客满，所以也带动了一半的人潮，但是过了这个期间，住房率大概都50%以下。这个期间，希望我们国内旅游呢，可以利用这样的促销价到垦丁来。四月初连假期间几乎满房，但如今订房率都在50%以下。为了抢游客，推出优惠的还有垦丁的潜水业者，跨领域和屏东民宿协会合作，潜水加上一晚住宿，单人只要2500元，光是体验潜水原价就要2500，几乎等于住宿不用钱。现在跟屏东县民宿协会有合作，我们推出潜水送住宿，除了海景阿里山。我们军方的66旅每天都有新闻，他们的内部管理到底发生什么严重的状况呢？可以看到陆战66旅发生的士兵，他姓蔡，他做了什么事呢？他趁着宿舍里面四下无人的时候潜进去，然后偷了他的同袍，皮包里面拿出了12500块钱哦。当然，大家想说，干嘛在这个宿舍里面放这么多钱哦？以及四下无人啊，后来到底是怎么把他查出来呢？那现在法官说，哦，因为他有坦诚犯行，所以判的比较没有那么重，拘役30天，一颗罚金3万块，这个还可以再上诉哦。那六六旅不止。